中了中了，是不是？我敢！我先说我没有卫生纸，但是你可以先去那个店里要，快点！你有卫生纸吗？你直接喷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哎、欸。那、啊、你可不可以过来擦？你不要挡到人家做生意。好，对不起。你那边老板那边看你那边擦奶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噔噔噔噔噔！哇塞！好妖。然后重点是什么？这边老板超酷的，他会一直问大家要不要喝咖啡，要不要吃冰心地瓜。对，请的。对，我们这是厉害了，各位，我们看到这个。来到南部的痕迹了哦，又是老板的主场，来找陶哥。哎，请问你在冲啊？压力，压力，压力。我如果不帮你上音乐，会不会很尴尬？会。啊，开场先喝一杯是啥小？不是，来到了中南部一定要喝那个茶魔。好呀，我们想那么久是怎样啊？退霉绿一定要喝，我每次来都一定要喝，不管。难得白天，很热哎，而且难得白天，啊，好闷哦。对，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出外景了，对，每次出外景都是三更半夜。没有，晚上没有到三更半夜。牙累，牙累。你是要？你每次都找一些去按摩摩的地方，你假晒啦，啊不然嘞，明明就是逛夜市而已，啊就按摩摩的地方啊。哦，嗯啊，好，没关系。那我们今天，来这个比较特别，因为我们很久没有拍这种在地系列了嘛。随便吃，随便走，看到什么吃什么。也没有，这次我挑好的，不能随便吃啊。为什么？我就是都是找 Google 有名的 ，IG 上面有名的。就我找。哦，好。好啦，我今天呢找了几间草屯，听说还蛮有名的一些小吃。对，没错。毕竟大家也知道我是古早人嘛。对。对，所以我就找了几间古早小吃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去第一间。哎，第一间要吃什么？黑林本。啊。虾仁饭啊，那不然你念一次。你再讲一次。我不要，你就讲，你用你的方式讲。虾仁饭。黑人本，好，走喽！我必须先跟各位观众讲一下，压力压力，不是，此次的这个计划呢，伴随着、就是没计划，伴随着巨大的风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这个他妈该死的4:56，这个准备要吃晚餐的时间来拍这个，这代表了什么？你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去拍夜市，然后有可能会吃不下。没错，所以先跟大家预告一下，如果没有看到下一集的话，就表示我们吃饱没办法去了。不会啦，别给他怕，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要 real 一点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就是在地王归耶。所以我很 real 啊，我很 real 啊，我直接跟大家讲啊。对。这怎么了？快点啊！剪刀石头布。为什么？先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输的做。没有啊，赢的。说的做。那再一次。剪刀石头布，来，请坐。你去跟老板讲说，老板，我要买你一个承诺。靠腰。老板说他们卖的是一个承诺，那你就跟老板讲说，老板，我要买一个承诺。你赶快，人家6点就关门，你在那边给我干话。我讲真的啦。那你就去跟他讲，你赢啊。那菜单屌哎。极品虾仁饭，还有大胃王版有13只虾，200，哦，那个600块是什么东西？这个五仁粉，海陆双霸。你有障碍吗？有。因為我怕它很重、啊，那个味道很重。哦。好像很酷啊！你可以进去再喝。好虾哦！你可以进去再喝。不要啊！你知道为什么这一间店卖的是承诺吗？不知道。因为它有个浪漫的故事。什么浪漫的故事？曾经有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讲说，他觉得他自己做的虾仁饭不错吃。嗯。然后他就跟他就说，因为那个女生总是就是眼睛笑着弯弯的说，你那个眼神。
他说等我老了，你还要做给我吃吗？他就说，他说他会，所以他们还要一起开一间店，所以他把年轻的承诺实现了，开了一家店。哦，他卖的是一个承诺， okay. 为了要做给他太太吃。OK， 好像很浪漫。那为什么他不关卖承诺给我？可能你不是他的菜，你长得太像乌龟了。你这样我真的很困扰，你知道吗？毕竟就是我长得也不算歪七扭八的吧，应该还算是人模人样吧。长得就凹凹凸凸的。现在真的是在路上看到我，就说那是王贵。哎，后面很多人来过。真的？对啊，时尚玩家啊，你要不要也去写一下？算了，你先不要了。你不够有名。免费喝，我看大家在外面都会装一碗外带。免费喝到饱。欸，其实它不会到太那个咸，因为通常虾汤弄出来的会偏，因为虾嘛，就会比较咸一点。它蛮清淡的。嗯，它蛮清淡的，但是也没有到没味道。对。雪屁啊！然后它的味噌又不会放太多。嗯。我觉得汤头还不错，还蛮刚好的。因为我来的时候，我有看一下那个 Google 的评价。嗯。他们好像对在地人来说，它价位偏高。它不是对在地人来说，可是对所有的人来说，价格真的都蛮高的。是吗？因为它单人份炒饭的是160，但是130哦，130。对。但我必须说，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菜哦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如果它今天它是一只一只虾剥的话，嗯，然后它又是新鲜的虾的话，130我觉得很合理。哦，像是因为大部分吃的话都是那个小咪咪的虾仁，对，那么就是那种僵尸虾、脆脆型虾，那种就是很无聊。那我们今天来看，就是如果它是这样一只一只拍、一只一只的话，那我就觉得干它掉。那你会模仿僵尸虾吗？屌的，超屌的，被你讲中了。哎、欸，它这是一只八块一，而且它上面这个是流之虾，对啊，很酷哎、欸，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子用哎、欸。你先单吃虾子，而且它好，先吃虾不是吃饭吗、啊？先吃虾子，被你讲中了，一只一只的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有在用心。你这种你要说人家贵，我真的觉得一点都不贵、嗯，因为它。每做一份，你看它就要剥六只虾，真的是蛮耗时的。你在台北，你这边找了一间虾仁店，现在也都很贵吧？虾仁店是什么东西？虾仁炒饭店啊，虾仁店。炒饭店你去买那个虾仁饭也很贵啊，也差不多110左右，110-120啊。还以为好像也还好哎、欸，我还以为是什么牛郎店之类的虾仁店。怎么样？厉害的，厉害的。他这个虾有在用心，他先炸过，然后再拿来炒。哦。而且还是新鲜的虾。我在网络上看到太多这种虾仁饭，看起来好像很屌的。哦、今天终于第一次来吃了。哦，中了，是不是？嗯、啊，好好吃哎。古早味的吗？嗯，粒粒分明，不会太咸，不会太油，香味又很够，不会觉得炒得很不均匀，超爽的。嗯，你一定要吃。果然是。快点！这个呢，就是给各位看一下，直接这样子好不好？全部 max。看到你瘦了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我只能说，新鲜。对不对？真的很新鲜。然后它的炒饭是不会很咸的那种，对，然后而且重点它粒粒分明，然后也不会太软烂，也不会米，也不会太硬，就是炒得刚刚好。再、嗯、一口，我那个老板娘现在应该在切葱，所以我现在眼睛被辣得很迷。你哭屁呀、啊，很感动哦。你们知道小导演现在脸长怎样吗？他现在长得。一血烤哦！如果等一下那个一血烤镜头有点那个不平衡，大家见谅一下，我现在眼睛睁不开。血烤，一血，好啊。啊，这不是草原吗？草原对。因为它比较长啊，所以黑色比较鲜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啊，这已经很淡了。你直接牵它下面，笑死。直接牵它旁边，牵它2024吗？对，然后后面再加一个不老腰。
不要。鸽子哎，它写松鼠哎，可是怎么没看到？鸽子哎，这是什么鸟啊？哦，白鸽啊。白鸽，白鸽。它把我咬。它给你咬。对啊，这只会给我咬。看到吗？它会咬，会痛哦。Hello, 哇！我靠！呱呱呱呱呱呱呱！什么事啊？嘟嘟嘴！哦，他会 B-box 哎！叽咕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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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叽咕叽。哎，那只猫长得好衰，好可爱哦！是怎样啦？这条街怎么那么多动物？Hello, Hello, 你会打招呼哦。Hello, Hello, Hello. 哇，哦，给摸耶，好可爱哟。Hello, Hello. 哇，你的黏黏好回哦。啊，好可爱哦。哇，你怎么来这边玩鸟又玩猫的？我真是猫猫神手。哇！那里常看起来好好吃哦，有没有看到一条一条大的日虫？我们要走一个 local 很 chill 的感觉。可以吃了。你的后面还是很多人在排队。叽咕叽，不要再叽了。哦，好。哎，很屌哎，它很传统哎，用纸包的。对啊，哇塞！而且我看每个后面那个刚刚人都是他们一大包一大包的买的。他们都买超多的，我要让他们。他都买一两百块的。他们还要买那个什么，就是那个关东煮啊，对，关东煮，然后一大把的那个，它不是葱，它好像是韭菜，哦，我刚看了，好像它是韭菜，哦，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虾仁卷，我们现在吃个原味，原味吧，然后再吃一个，可以啊，哇塞哇塞，汤汁直接流出来，哎呦，直接的，很烫，对不对？烫，我就知道，哇，完了，哇崩了，你的蚵仔都没了。它里面感觉是满满的韭菜系列的。我必须说，因为蚵仔全部叼出来，我一颗蚵仔都没吃到。碎啦。But， yep， 它吃下去满满的蚵仔韭菜味，就是它里面流出来的汤汁是很鲜甜的，是有蚵仔味道的。我先说，不要，我先说。好，来。我本人不是很喜欢吃韭菜。干嘛要不要学我了？妈的！在对靠你。哦，好，那换我。Okay. 我也可以客观的来评一下。这个人他很喜欢吃韭菜的话，他会超爱吃这个。我感觉韭菜很新鲜，因为不新鲜的韭菜其实会有一个味道，我会怕。这个呢？你不会怕？我还是会怕。但是，我吃得出来还是新鲜的。新鲜的韭菜，对，它的鲜甜味比较多。对，就比起一般的韭菜。然后，而且重点是你，因为你这样子，因为其实看得出来吧，它这边我蚵仔已经掉出来了，它蚵仔在正中间嘛。所以它其实是吃不到蚵仔的，但是它蚵仔的鲜甜味是整个完全包在里面的。即便你就这样吃，你还是吃得到蚵仔的鲜甜味。它里面很甜，对，真的很甜，它其实里面是真的很甜的。只是我真的没有很喜欢吃韭菜。要不要加酱看看？凝格一点提味看看。还有一口，怎么样？加完酱的话，我一定要加酱喝，就没那么可怕，是不是？我干！我先说我没有卫生纸。但是你可以先去那个店里要，快点。你有卫生纸吗？你直接喷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哎。那你可不可以过来擦？你不要挡到人家做生意。好，对不起。你那边老板那边看你那边擦奶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狼狈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哇！怎么了啦？好痒哦。哪里？下面。下面那一侧，下面那一侧，好痒，这么会吸哦，现在，对，
现在蚊子这么会吸哦。对啊，好痒。它不怕臭吗？你的懒脚臭了。我靠！我是说脚臭，你说下面痒啊？我们要去对面啊，等下吃冰啊。哦，我们来到这边这个草屯形象商圈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找一间冰店，叫做豆花什么摇摇冰的。啊，到了是不是？哦，这边的这间，对。它不能内用，没关系，我们直接吃。拿着吃啊！哦，好酷啊，很多东西。你要吃什么？哇塞，这个超古早味的那一种。哇塞！绿豆是绿豆，薏仁是薏仁。人家叫做冷冻豆花摇摇冰，然后你完全没点到任何冰跟豆花，太热了啦！直接点个甜汤啦，古早味的吗？你那个脸，你刚一第一口，你的眉头就皱了，厉害的是不是？好好喝哦，真的。很香哎，它薏仁超香的，有一些薏仁会煮的有点熟熟，它就是那种完美的薏仁。对，你要形容啊。之前的面好像很硬啊。对。要么就是很软啊。然后有的是里面会吃出一片一个好像壳的东西，啊、可是它这个完全没有壳。它就是完美啊，它就是外软，然后内还有一点点心的感觉。好好吃哦。啊、难怪这间会有名。那怎么样？你这边你还有想吃的吗？因为距离我们。那个，我们最后排了一个，怎么啦？你要干嘛？喝绿豆汤。好啦，去买啦。看，老板，我要再一个绿豆汤。看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这个比茶魔好喝。不会太甜。但大家好像都会加那个糖水冰哎，你有没有看到黑黑的？没有吃。老板，刚刚那个是糖水冰吗？啊，我可以也可以直接加吗？要加十块哦。好啊。加糖水，对啊，那个看起来很厉害啊。我想说他们都叫冰的，你那不吃人家冰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有丹麦吗？哦，厉害是不是？啊，你先帮我拿一下哈，给各位看一下，它这个冰是另外加十块钱，就是那种黑糖冰，对，沙，哦，好爽啊，好痛哦，这些真的很古早味。超好吃的，超好吃，好爽哦！而且重点是它真的都不会太甜。好高级哦！又又又又细汉偷半步，大汉偷看顾。听得懂啊？只听得懂啊，不然不知道在唱啥小。哦哦，我靠！我靠！靠！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哦。我靠！你搞我介绍食物了啦。啊、哦，是啊！我们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间，就是这个。我问你，这家我真的是在网络查说，听说这一间的烤玉米超屌，没错，然后又大只，跟我一样很大只。没错，你看大家都在排队，一堆人在排队。我记得好像在那个北淡水北海岸那边有一间玉米，也是超多人在排队的。淡水北海岸、嗯，对，不是万华吗？哎，不不。不是万里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反正那一区，万里快基隆了，差不多啦。来一只啊，谢谢。哦，这是地瓜，冰心地瓜，哦、谢谢。那这边那个哥哥也会拿，太酷了。哇，他这边还有卖地瓜，老板很好哎，冰心地瓜。来地瓜干杯 ，Cheers。而且给我一点时间，甜的。我们从白天等到了夜晚。噔噔噔噔噔！哇塞！好妖。然后重点是什么？这边老板超酷的，他会一直问大家要不要喝咖啡，要不要吃冰心地瓜。对，请的。对，我们这次的话是70块钱。对耶，他好像是称重在卖的。对，称重卖的。感觉看起来就像糯米玉米。没错。说这一支偏软。嗯。我等下直接两口哎，看怎么样？好吃的，厉害的。它这一间的酱很好吃啊，很好吃哦。然后重点是因为它是用炭火去烤的哦，炭香，所以它有一个对焦香焦香的感觉，还蛮爽的。可以啊，因为我会推哦，因为我会懂为什么大家都在那边排队。对啊，而且重点是
我妈超扯的，刚刚老板排一座山，然后他说那是别人预定的，别人可以大家来 Google 一下。老丹，老丹，我老丹见了。综合以上就是我们在这里草屯吃的一些在地美食，我们只是单纯就是随机，因为临时就是抽了一点点空，然后所以来拍一些在地美食，应该算是吧。对，但是其实蛮可惜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今天找的，我有看一下 Google， 我们今天找的，我有看一下 Google 评价，嗯，其实我们找的算不是这么多评价的。对，我们真的是随机找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有时候 Google 评价也不一定是一个准。对，就是有时候可能很多人去洗的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就是随机找。对，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，以后我们到哪个地方我们就不要先预设那么多，我们就随机这样找。我觉得我们今天吃的都蛮不错的。对，我跟你讲，然后而且重点是超在地，直接的啦，挑选。对，好，今天要来挑选吗？来，三二一吗？好，来，好，三二一，绿豆。我绿豆没办法，我绿豆有点超乎我的意料。我忘记绿豆。你忘记绿豆？那绿豆跟玉米哦，啊，我觉得两个都好哎。它虽然只是一个很简单、很简单的一个东西，但它真的很好喝。最简单的东西要弄得最好吃，才是越南的。所以我就直接选它了。大家在草屯都是吃些什么呢？底下留言给我，或者是你们对我吃的今天这些东西有什么样的意见，或者什么样的想法？我们现在有点开始烟雾弥漫。对，开始放了。我们开始放，有抽就有抽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影片到了最后，别忘了帮我订阅加关注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和订阅小的 IG 哦。我们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